恩典365，365天，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透过圣经创世纪里面的这个人物以撒，从他还没有出生开始，我们就来看他的人生为什么是一个蒙福的人生。从他的父亲开始来看，他怎么样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。你也享受要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吗？我要建议你第一件事情，打开圣经。圣经里面有数千个神给人的祝福，神的应许，神要赐福给你。如果你不读圣经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就不会去支取。你不知道有人在银行里为你开了一个户头，在那里面存了一大笔钱是给你的。可是如果你不知道，你怎么会去拿呢？你知道了，你才有机会去支取它，然后照着它的步骤去支取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，你根本就不会想要去支取。你以为你自己很穷，其实不是。这一位赐福给你的神，他为你存留了许许多多的祝福，而记载在哪里？记载在圣经里。求神帮助你读神的话，领受从神话语而来许多的应许和赐福。而我们在读创世纪讲到蒙福的人生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是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彼此都来提醒的，就是你要看见这个人为什么蒙福。这个人为什么蒙福？神是信实的主，他不偏待人的，这是圣经上说，他不偏待人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蒙福，以撒蒙福，如果我知道他为什么蒙福，我照着去行，一定也蒙福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那反过来讲，如果有人这样做，偏行己路，到最后被管教，甚至被弃绝，如果我也偏要这样做，将来我也一定被管教，一定被神弃绝，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神。所以我们要找到那个蒙福的原则是什么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这个人这样蒙福，甚至福荫子孙，到底为什么呢？我要跟你看一个亚伯拉罕身上的特质。在创世纪里面，创世纪第十八章那里面讲到说，在亚伯拉罕在那远远的，他坐在这个橡树下，然后看到有三个人走过来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他既然是三个人，很显然这里面有天使，当然也有人讲说那里面坐的有一位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。那无论如何，不管是天使，因为天使在旧约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的显现，他们就是代表神，因为他是神的使者，代表神。他们亚伯拉罕遇见神，而当他遇见了这一位神，或者是遇见了神的使者，当他遇见他们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在接下来他接待神，接待神的使者里面有一个词一词不断的出现，那个词就是急忙、速速、跑去，反反复复的，他很迫切的想要服侍神，他很迫切的去预备。他不是说怎么那么倒霉跑我们家来，你不到隔壁去呢？哎呀，我天哪，我够热的，我还要去，我自己有一堆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。哎呦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小孩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他一定也有很多他的问题，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心说，我要抓住机会，我要服侍这位神，我要接待这位神。他有一个心，好像圣经里面新约圣经说谢慕善工，可以服侍神。过去这年我生病，格外能够感受还可以站在这里，还可以和你分享神的话，格外的感恩。求神也帮助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好吗？谢慕，把握机会服侍神。守黑夜任凭你命令，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。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，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。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，大地留下璀璨痕迹，雨过
天晴，当阳光再起，生命重新展现奇迹。虽经过流泪谷，暗夜里哭泣，苦难淬炼出真信心。你心事不迁移，你话语永远坚立，从创世到如今掌权柄。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，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。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，我就要坚定，相信你能力到底。纵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，大地留下璀璨痕迹，雨过天晴，当阳光再起，生命重新展现奇迹。虽经过流泪谷，暗夜里哭泣，苦难淬炼出真信心。你心事不迁移，你话语永远坚定，从创世到如今掌权柄。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，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。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，我就要坚定，相信你能力。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，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。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秩序，我就要坚定，相信你能力到底。我要坚定坚定相信，我要坚定要相信，我要坚定要相信，我要坚定要相信，要相信，相信到底。